那在上一集的节目里呢，师父给我们开示了很多戒嗔的方法。那么最近呢，也相当流行 EQ。那么嗔跟 EQ 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要请师父继续为我们开示。师父您好，孙小姐好。是，师父，这个我刚刚提到，就是说最近也有一本书非常畅销，就是叫 EQ 啊，很多人就觉得自己 EQ 不高，然后就拼命去买这本书。因为这本书说现在呢 ，EQ 比 IQ 啊。更重要，一个人会不会成功呢？就看他的 EQ 高不高。那么 EQ 跟嗔之间哈，有什么样的关联性？是不是也可以请师父为我们开示？正如你所说，这本书大家都看了，很多人都看了，我也看了。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佛教徒，他是学藏密的，西藏的密教的，他对于佛法的体认那是蛮深的。他也有修行的，EQ， 这个意思呢，是不是就是说，这个情绪，应该讲啊，情操，应该把它情绪啊，把它提升为情操。对，它本来翻译叫情绪智商。情绪智商，它是啊，把我们呢，乱的、坏的、品质的情绪。把它改善，把它提升，成为好的，从负面的变为正面的，从正面的再不断地往上提升。一个人也可以说从一个普通的人，品质这个情绪很恶劣的人，可以转变为啊情操很高尚的人。这个人格品德都是很稳定的人，那应该就是 EQ 啊。因为一个嗔恨心常常出现在人面前的这种人，他的人格是不能稳定的，他这个情绪是非常的波动的，而他们的人品啊就会相对的是相当的低下的。这并不是社会地位，也并不是财富的多少，而是就是个人品其实有问题的。我曾经遇到一位高级知识分子，而他也有相当高的这个职业地位，他在场面上在外边给朋友们相处的时候，人人说他只是一个君子，人人认为他这个人呢是一个相当有品德的人，可是对他的儿女，对他的太太，他是个暴君。他有两重人格，那一回家他会酗酒，他会抽烟，而他不能控制自己，但在场面上对外的时候和颜悦色真好，非常好，但是呢在外边压抑了的一种情绪，他回去他会爆炸，几乎不能够说每天呢，常常就是会回去的时候呢，回到家里的时候啊，就是另外一个人。因为因此呢，家里的人把他当鬼看了，大家怕恐惧。可是呢，他家里的人对他的朋友们说起的时候，任何人都不相信，说这个人怎么可能是这样子呢，这么好啊，这一定是他的太太有问题啊，或者这个孩子们呢受了太太的影响啊，受了母亲的影响啊，而说他父亲的坏话。其实这个人是这样子坏，也就是说一般的人讲的双重人格，其实人格并没有双重，只是呢在对外的时候，平常生活的时候呢，就是对外公共生活的状况下，他压抑他自己。这个他心中有没有愤怒呢？有，愤怒不表现出来，但是呢回去的时候他总要有个机会发泄，表现发泄啊，他没有机会，他总要有个机会发泄他，所以是呢回去就对他家人发泄。所以这种人是不是 EQ 很高啊？那么在外边的时候 EQ 应该是很好，可是呢回家以后他 EQ 很差，很糟糕。这个里头是一个嗔在里头，有嗔恨的嗔啊。他在外边总觉得要表现得好的原因呢，
是取悦于人，还有呢，他对任何人，他是不是一种爱心，而是一种啊对立的心，而是一种啊仇恨的心，或者是呢竞争的心。我有一句话不是名言，但是大家很喜欢，我说慈悲没有敌人，有慈悲心你就没有嗔恨心，没有嗔恨心没有对，没有冤家，没有对头。既然没有冤家没有对头，你就没有嗔恨的对象，没有嗔恨的对象，你心情经常是平和的，经常是平静的，经常是愉快的。但是一有对象，你就一定有这种啊嗔恨心。嗔恨心有的人呢对下边也有嗔恨心，对下人也有嗔恨心，但是呢我还要表现出我雍容大度，落落大方，因此呢把这个嗔恨心压抑起来，回去再发泄。或者是呢有的人呢那个回家也没有发泄的对象，就拼命喝酒，或者是没有发泄的对象拼命抽烟啊，用抽烟来发泄他自己的嗔恨心，用喝酒来发泄嗔恨心，或者是呢回家以后找一个人来发泄啊。有的像这种情形呢都是他这个 EQ 有问题，这个 EQ 啊没有好好的呀来培养。如果很用心地培养他的 EQ 的话，那他不会的有两面人的情形，不会的对内对外啊是两种人格的这种情形。那这种人呢是非常痛苦的，那这个人活到50多岁就死了，死的时候是什么死的呢？心脏病死的。一定他平常那个心脏啊压力太重来了哈，老是在压他自己，那心中总是有一股啊没有办法这个开朗的一种心情出现，那主要的是嗔恨。所以依照师父的开示，就是说我们要提升自己的 EQ， 要去除自己的嗔心，想疏导是比压抑要好的太多，也是根本的方法，更重要。是，谢谢师父开示。那么也欢迎您在下一次的节目里面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佛法的智慧。